又皱眉头，我是长得多丑？你又要干嘛？你可以换别句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吃便当吧。中午什么都没吃，刚刚又只吃一个包子，怎么可能不会饿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知道，等下九点警卫就会来关门，所以你最好赶快吃。 你跟踪我还调查我？当然啊，我的爱情前辈跟我说，喜欢一个人就要观察他，了解他，掌握他，投其所好，然后捕获你，让你喜欢我。你有事吗？很有事。I crush on you。 哎，我问你哦，我们两个都是男的，如果真的在一起，这样会不会压力很大？不过跟全世界为敌，感觉不错哦。我喜欢。想太多，不会有那一天。好了，你不要看了啦，吃便当。 不吃啊！不吃很浪费哦。会下地狱啊！那当做是我赔罪的礼物。 你把便当吃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对我提出任何的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说到做到。那我要你，不准见你不算。那不能，不准想你也不算。那不准追你绝不能算。 你会不会有点太过分啊？我都已经做那么多了，觉得难受，觉得想哭。不要看了啦！你要去哪？赶快吃！我不要。不要。我家到了。啊，哎，平常你的话二十六分钟的时间，今天你才花二十一分钟，哎，就这么不想要跟我待在一起啊？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我明天可以来找你吗？不行，我明天要读书。明天，哎，白天、下午或是晚上我都有空。白天、下午、晚上我都要读书了。那就一起读啊。拜托啦，我就想跟你待在一起啊。真的。 好，白天来，吃完午餐就走，就这样了。好。
酒吧？他来这里干嘛？你有预约吗？先生，跟我走。放开，同学，有什么事吗？干嘛？等一下。走开啊！你在哭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？你这边工作，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有问题还是你啊？我就知道你在整我，就要等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毁掉我所有的努力。我没有。向浩庭，求你放过我，你不要再整我了，好不好？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会觉得爽，觉得满意啊？要下跪吗？对不起，我当不起你游戏里的主角，我没有钱，我这种人跟你不一样啊，我很需要赚钱，如果没有拿到奖学金的话，我下学期的学费又交不出来嘞，你可不可以留一条路让我走？好想你哦。对不起，还知道对不起。那如果要我原谅你的话，那就这个。我是很认真的想要跟你说对不起，所以今天才约你出来，想把事情讲清楚。你要讲什么？我不能再叫你 BB 了，思雨。那你叫我宝宝啊。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真的不行了吗？嗯。为什么不行？真好听。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行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！我哪里不好，你说嘛？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。
说了，你呢？也说了。 被判死刑了，放弃了。他说我太年轻，我没办法突然长大。他说没有永远。 真的想知道去哪里买。我还想说，可不可以死缠烂打？但谈恋爱都不行了，死缠烂打他应该更难受吧？我不要这样。爱一个人，不是要让他哭，也不是要让他难过。爱一个人。 应该是要让他快乐。这写歌啊！这。 去哪？去帮你。 我家到了。 可以去你家吗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进来啊。 鞋子放，放这边。哎，坐。 你要喝水吗？我去帮你倒。 不用。 解释清楚。我一直想要找机会跟你道歉，我真的没有在整你。我破坏了你考试之后，我很后悔，我很自责，所以我才跟着你。我想要好好跟你说对不起。而且我跟李思雨分手了。酒吧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搞砸你的工作。 是因为那个是，我只是去打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
生。我也没有喜欢过男生，但我很确定，我喜欢你。我是认真的。你相信我。我需要请你帮我确认一件事情。我喜欢你，就是要追。哎，你很慢呢，饿死人了。哎，跟我一样。他怎么来了？阿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男神呢？我来找于兴旺。找他干嘛？一起吃饭。他很饿，靠这么近。我想走了。好过分哦。借过了。是你们的啦。夏德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怎么这样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上次看到你吃卤排骨，像是在吃大便一样，所以我就买了别的。当然，喜欢吗？如果不喜欢，可以直接说没关系。嗯，不喜欢。哎，不吃没关系啦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在赔罪喽，我是在追你。放开我啦！我喜欢你，我不想看到你饿肚子嘛。你饿肚子，我会觉得心疼，会觉得难受。谢谢，不用了。拜托嘛，我们是考生哎，在几个月就要考试，就要战斗了。你如果不好好吃饭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话，到时候考试之前就倒下来怎么办？而且半夜都要出去打工哎，是吗？我不喜欢占人便宜啦，我也不想被可怜。我没有可怜你啊，我喜欢你，我是在讨好你，因为只要你开心，我就很开心啊。那我不想让你开心。啊？
这样可以吗？可以什么？我没有开心啊。吃。嗯你笑了，你笑了 ，yes， 真的，吃便当吧。你这样抓着我，我要怎么吃？那我放开手之后，你不能逃走啊。要多久晚上嘞？老板娘，知道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这个比 A 片还要可怕哎！那个女生一直看我，还是对我笑啊？看过吗？没有啊。我没勇气自己一个人看，这种东西还是一起看好了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一起看就一起看。串串出来，可是我们看 BL 漫画，就真的可以了解阿翔吗？我以为哦，为了兄弟，为了我们的友谊，我们必须多了解他。哎，要是我们被人讲错话，或是没有共同话题，老孙不就离我们而去了？对啊，为了兄弟，为了兄弟，为了兄弟。好大，什么很大？手指头好大，我下去啊！吓死我！你不用等我。不行，你自己一个回家这么危险。我都走两年半了，不能掉以轻心啊！到时候被歹徒得逞怎么办？我是男生哎，所以呢，你以为那些社会新闻的受害者都没有男生哦？你有被害妄想症？你才有被害妄想症，我是帮你，不需要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告诉你。到底是我有被害妄想症，还是你应该再更多注意一点？啊！啊！痛痛痛痛痛痛！啊啊！被骗了吧？还说不需要我？你又想干嘛？我现在是坏人。你叫不好了，都不会有人理你的。好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你等我。然后？然后陪我回家。还有？还有？还有什么啦？赶快喜欢上我。笑。
你来干嘛？我来找他的。我不知道。哦，如果是思雨的事，我不会帮你哦。你在干嘛？你今天好奇怪，找我干嘛？你有很多于西谷的照片。你怎么知道？照片，于西谷的照片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你跟于宝宝有顾忌哦，我才不会出卖他。你误会了啦。我们现在兄弟，嗯？怎么可能 ？Nothing impossible。不相信。照片交换。交换什么？照片啊。你怎么有你爸爸的照片？嘘，哪有啊？我现在每天跟他一起晚自习，然后每天放学都陪他走回家，怎么没有照片？你拍的好烂哦。我这是偷拍的。我的也是偷拍啊。你也偷拍啊。嗯，你拍的？嗯，哇，哇，哇，这张，哇，哎，我要这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张，我说过我不会让你伤害我的男士。我只好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喜欢。于西谷，啊！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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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骗我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现在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没有骗我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啊？干嘛？密码。哎呀！啊。不好意思，先为两位送上水。小心。谢谢。今天你要喝可尔必斯，好吗？一杯可尔必斯，少冰。可尔必斯。你呢？汽水，谢谢。我呢？志刚哥，那个孙婆说你有事情要找我们，我们想说我们刚好也有事情想问你。你是想问关于小姑的事，对吧？对，对，于西谷，他在你那边上班，所以我们想说你应该蛮了解他的。不知道关于他的事，我不能帮你。啊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您的可尔必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有汽水，谢谢，请慢用。你知道小顾一个人住吗？我知道啊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拼命考奖学金吗？不知道哎。因为小顾他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，他爸妈很早就离开他，所以他从小是跟姑姑住。但是自从姑姑结婚生小孩之后，他不想再麻烦他姑姑，所以他拼了命的考奖学金，不够的部分他在我这边上班打工。他这么努力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考上好的大学，因为只有好的环境，他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往后人生才会越来越好。我不太懂志刚哥的意思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有理想，有抱负，他没有时间跟你玩你追我跑的游戏。他这么辛苦为了什么？他值得更好的未来。所以你现在出现只会毁了他。哎，我不要。小顾他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，他害羞内向，也没什么朋友，更没有谈过恋爱。所以呢？请你放过他。
你怎么了？对不起。心情不好、哦。嗯。没事啊，看到你就开心啦、啊。不用勉强自己啊，不开心就不开心啊。大家都不开心的时候嘛。要不要听笑话？啊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好笑啦，但我自己觉得蛮好笑的。要听吗？你在逗我开心？你成功了。可是我还没说。知道怎么做，我会更开心吗？说你喜欢我。我亲一个。不然亲我一个。哎，现在不开心的人是我哎。那你要听刚刚的笑话吗？你知道哪一个艺人不吃午餐吗？中岛美嘉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岛美嘉、啊、最近真的发生很多不真实的事哎、欸，不过是好的，幸运的那一种。我不知道，请问一下海洋站几趴呢？97.5%。好，非常好。那再来啊，淡水有分四个种类，请问一下是哪四个种类呢？冰河、地下水、永冻土、地表大气水。接下来呢，这是重点啦、啊。黑老师，给你接个学生。好。雨西谷同学。哈？白痴！哦哦，心跳快，心跳快！说好道歉饮料，替志安哥道歉喽。我收了、哦。没事啦。哎、欸，那你也帮我跟你的志干哥说对不起。我太冲动了，对他很凶，对不起。啊，还有、哦，我之后还要请教他很多关于啊问题哦。哦，这受不了你耶。所以你刚刚那边都是因为他？对啊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好爱好爱他哦，但你也要为他想一想吧。为什么？人家是优良学生哎。所以嘞，我也很优良啊。啊，如果他因为你被讲闲话，被记警告，怎么办？会吗？不会吧。哎，你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不要看。再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收起来。还看呢？出来！快！快！这样啊！出事了啦！你辛苦他，被抓去训导处了。为什么？有人举报他是 gay 吧？不要过去啊！你干嘛？
哎，去哪里啊？干嘛啦？干嘛拦着他？不然他不行啊。为什么？于西姑照片上你的签名。啊，苏教官，你是不是真的有进驻这地方？就有没有就没有，把话说清楚嘛。你有什么要跟教官说的，就趁现在说一说，不然可能会受到学校的惩处哦。报告。哎，校领又来了。还没轮到你。你既然来了，教官问你，这照片你拍的？羽西姑真的有进去这里吗？怎么你也不说话？这照片不是你签的名，都要交现在就交吗？既然是我签的名，那就是我做的。他到底有没有进入我的酒吧？他没有去过那个地方。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这张照片是我合成的，其实我是在中校楼前面拍的。哇，真的一模一样哎！张玲玲，你到底在干嘛？真的是很受不了你哎！我叫家长，我见到家长。你回来了！没事吧？这样。澄清吗？快说啊！阿豪不是去训导处，这不是他干的了。他还说要替你作证，说你没去 gay bar。他说照片是合成的。他怎么知道照片是合成的？回答！他的手机里面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。不可能。哎，可是如果说照片是合成的，那就表示整件事情都是假的咯。对啊，对，那好人呢？啊，他说是他合成的啦，不可能啊！拜托你把话讲清楚一点，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拿那照片干什么？好了，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来讨论哦。宋教官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豪庭一天到晚给你惹麻烦，也谢谢你这么有耐心的指导他。先请问未来。就让二位了解的状况。哦，是。再问你一次，照片哪里来的？我不是说五班的刘美芳给我的吗？你不相信，你可以自己去问他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好好跟教官讲话。我不爽他。想要听。他害孙伯祥他们被罚打扫，哎，我当然要报仇吧。关你什么事啊？那么闲啊？你既然要陷害他，为什么现在又要承认照片是你合成的？因为。我爸教我的啊！我爸说，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是吧？我先签了名，我当然要承认啊！你在嚣张什么东西啊？拽什么东西？因为你这样就不对啊！好了，爸，我不要在学校这样子打来打去，好，回去再说。教官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你现在承认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，学校就一定会处罚，而且不会轻。你就要想清楚，就是我。你说实话吗？我是说实话啊，就是因为他太自以为是，所以我要教训他。就这样做的事情，你拽什么东西了不起？真没成这个样子。爸爸，不要这样了。爸爸，不要这样了。爸爸，丢人现眼。既然他都承认，全部他一个人做的，学校这边就会开检讨会，看怎么处罚他。偷偷跟你们说，不好意思，教官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们就等学校通知。可是我们校豪庭他现在已经高三了，也希望能够顺利毕业，然后继续升学嘛，所以请教官多多帮忙。这我在跟学校说。谢谢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
打扰你们上课了。你们请继续。太狠了吧！一大过还在家管他5天呢。往好处想啊，可能阿豪自己在家也蛮开心的，可以不用上课啊。屁啦，不想来和不能来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也是。要是被我逮到那个人，我一定弄死他。哎，你们想一想，这件事情该不会是于西姑自己自导自演吧？有一件事想拜托你。哦。夏豪廷再怎么讨厌于西顾，也不会这样弄他吧？出这种招不是他的作风。所以他有在照片上签名啊？不是签名的问题，他只要讨厌一个人的话，就会直接去弄他，不会再透过什么学校啊、老师打小报告。所以他们那群人之前才会这么讨厌于西顾啊。可是他真的有跟我要照片啊！训导主任他把我叫去问他，那你干嘛给他？就被骗了，笨！你确定照片只有你有吗？当然啊，虽然我们平常都会交换，可是那么可爱的只能留给自己。还有向豪廷，确定吗？廷安，廷安，张廷安，真的假的？就我们之前去吃蛋糕的时候，你走了他就跟我要啦。他要于西顾的照片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，让你等那么久，累死我了！我的天哪。照片是你合成的。什么照片？于西顾的照片。嗯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之前是不是有看过夏豪廷写给我的情书？哪一封？不是廷安啦，夏豪廷不都自己承认了吗？照片是不是你合成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明明就看过那一封情书，有签名的那一封情书。这么多都一样。你要骗我，张廷安。是我，是我合成照片，模仿向浩廷的签名。你干嘛这样子闹？我在帮你报仇啊！谁叫他这样对你？我们去找教官讲清楚。干嘛、啊？我不要去。什么不要？要不是你哭了这种委屈、这种难过，我不要做这种事吗？你这样很脏。你这样说话真的很伤人。你有没有把我当你最好的朋友？会做这种事的人不配当我的朋友。李思雨，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喜欢着你？算了，随便你。廷安，
有什么事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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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呦，被打还被禁足，竟然还有心情在那边唱歌滑手机。干嘛？谁给的？打在儿身，痛在我心。没礼貌，学爸爸。来了。喂，警察、哦，痛啦！哦，哎、你看到什么？谁啊？这么在意？我告诉你，谁稀罕？恰北北哦。啊，很痛哎！你干嘛？等一下，你自己要偷听。我等一下把门关起来，再打开之后，如果你还在外面的话，痛你就不是耳朵而已。出去。你先坐我床上。不用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家住在这里？我跟孙伯祥要的，有话想要跟你说。答应要跟我在一起啊？不是。我是要说，我知道不是你做的。但是我来了，而且我说是我做的，我说照片是我合成的。其实你从来没有去过酒吧，然后被击打过，被关在家里。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了解，刘美芳赖给我132张你的照片，怎么可能？不要耍赖，我有证据。这张，你的视线根本就在我身上啊！我有用红圈圈框起来。还说没有？对。我确实有看你，承认了，还说没有喜欢我，不是喜欢，是因为好奇。好奇？好奇什么？你知道我很在意成绩。所以我都会去看校牌啊。二下的那一次断考，你不是考了全校第二名吗？对啊，跟我差了4分，我就以为你是我的竞争对手。等一下，不会吧？所以你开始注意我是因为这件事情？对啊，我以为，哎呀，我以为，
哦。但是在那一次之后，你就一直维持了倒数几名。我就觉得你好特别，想干嘛就干嘛，随心所欲的，不受限制，也不用在乎其他人，就好像全世界都被你握在手里一样。不要夸奖我了。我没有在夸奖你，我是真的很羡慕你。啊？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像你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要造成别人的负担。我也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。怎么会啊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是负担？我就是最羡慕你这一点。我是姑姑带大的，她后来结婚生了小孩，她会累，我必须独立，必须坚强，要学着靠自己。我好希望像你一样，想笑就笑，想生气就生气，还很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，被处罚、被记过，也都不在乎。我就这样看着你，感觉自己也得到了一点点的自由。你知道吗？认识你之后，我才开始去想，才觉得，如果爸妈没有离开的那么早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啊？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像现在这样？从今以后，没有我，我会把我的一切都分给你。而且哦。他没跟我说，他爸打了他一巴掌，哎，脸颊都被打红了。如果那个人真的要陷害他，那小顾不是很可怜？白白受到牵连。你这样说也没错啦，但是向豪庭还是保护他啦。我跟你说，小顾不要跟他在一起，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。哦，你不要讨厌向豪庭啦。如果你认识他久一点，你会知道他是一个真男人。十几岁就说自己是男人，老提年纪好不好？生气啊？你这么容易生气，就证明你还是个小男孩。但是你是我的小男孩。不管了，这个周是我哥排我打烊班，不然你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来健身？然后陪我一起下班。好啊，刚那天有没有班？嗯，怎么？这样可以吧？好了，走吧。好想你哦。
你怎么偷跑来？我自己有准备早餐啊。你就吃那个、啊，不要吃那个。什么准备？谢谢。你专程来送给我？当然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。就我爸还在生气啊，我想说我下一次期末考就考好一点，让他开心一下。嗯。拜托你救救倒数第二名的我吧。下下周就期末考了。可以啦，你功课这么好，一定没问题的。而且我也会跟啊。不是打工就是在学校。我最近要学测了，我的班表是有排比较少了，特别是周末。那就周末吧，可以吧？周末下午一点去你家找你啊。Yes sir， 谢宇老师。好了，那你赶回去吧，不然要被骂。哦。我要去上课了。你喜欢这个？不觉得很可爱吗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没有名字。啊，就叫他小白。小白？小白。小白，吃果冻喽。小鱼。吃巧克力了。